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管见新闻。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跟上个礼拜我们连续播报了三则跟这个官塘藻礁有关的这个新闻事件的后续发展。我们现在看一下下面的这一段的报道。东捷深澳电厂高雄公行政院长赖清德已经宣布要停建青芜电厂，环保团体也是真烦恼。政策出现转弯是为了选票，搁惊选举了后青芜电厂也是会兴建，要求政府爱甲青芜啊个关东岸的宽屏全拢撤销。让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啊没有办法申请开发许可，我觉得这个人才能代表你民进党政府，真正要把台湾的能源带到对的方向。行政院长赖清德在关东案通过宽屏了后，佮宣布讲青芜电厂要停建，和环保团体批评讲，这政策一变再变，根本是当作是影仔戏。而且佮有环保人士指出，关东案宽屏是在你顶几时代通过，迄当时的通关长是吕秀莲，批评民进党只会晓推卸责任，却忘了这个方案的规划者是谁？这个方案规划者就是你们，包括地方政府当时的吕秀莲县长完全配合。环保团体认为，政府的决策颠颠倒倒，唔那让民众唔知要安怎做，佫浪费了发起公投的社会成本。所以坚持咧十一月，还是要发起开道游行，要让执政党知影反省。记者综合报道。这段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当然我们看到深澳电厂的这个确定是停工，但是这个藻礁的事件仍然是在持续的延烧。那包括这个环保团体呢，他们其实打算在11月的时候要发起游行来抗议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环评的决策，以及特别是政府介入到这个环评当中哦。那其实我觉得国家的能源政策它必须是要整体的考量，而不是用像看到现在目前几乎是一种这一种所谓的交换的模式哦。到底整个国家的能源政策要怎么走，那这个能源政策如何分配，废核家园之后呢，其他的能源该怎么发展，气电工程也好，或者是这个太阳能也好，或者其他的方式也好，可是我们看不到这个比较完整的这种规划，反而看到了很多是突然间告诉你说这个东西重要，或者突然间告诉你这个东西不重要的这样一种政策的这种方向跟做法，其实对整个台湾的能源环境都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好，接下来这一则新闻呢是跟文化保育有关的新闻，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一则报道。条村的江淮秋罗正秀正顶下，有百年历史的闽南传统建筑汾阳居，在台北市周边社区，最近和附近的居民甲公民团体成功提拔成这鉴定古迹。无想讲13号，台北市政府水利处违法施工的厂商，甲正边的厢房拆掉。百年古厝损害，和汾阳区的国家后代真痛心。唔甘啊！就是讲，有阵啊，就转来看看，阮这积啊啥，嘛是拢转来较看过，啊，就无法度啊。啊，你小辈生是变啊，甲政府斗。其实这就像有一点你自己的家族历史就这样被铲掉，对，那更何况其实它已经进入到所谓我们的文资审议的暂定古迹了。那我觉得它真的是市府公然的局处内这边自打脸，我觉得这蛮荒谬的。因为周边社区正在进行北投树林科技园区的开发整地工程，进驻开挖的怪手是台北市政府水利处违法的施工厂商。水利处讲，已经伫咧十个初步提醒厂商，周边社区目前有三个鉴定古迹，严工也是被人误听，绝对不是故意。他们觉得这是故意的。不可能啦，因为这个我们都有明确告知，而且我们也都很了解这个是违反文资法，所以我们有一再强调这个不要去碰。周边社区保护几落百年的古厝甲祖落的文化，四国甲四林的家族就占了90%以上。严格受到树林北投科技园区区段征收计划影响，部分社区已经拢被拆掉，只剩三个古厝有机会伫咧文资审批，确定伊的历史价值。文化局伫咧早起派文资会员到现场现勘，拆除鉴定古迹是毋是已经触犯文资法，涉嫌着刑责，文资会员将会进行认定。记者综合报道。目前看起来是一个误拆的事件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误拆也是让人家
感到非常的这种所谓的难过跟不舍哦。那在台湾经常其实看到的是，在城市的发展当中，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古迹也好，或者是这个被指定保留的这些古老的建筑也好，常常会在不经意的过程当中，它可能被拆了，或者是突然间这个发生了这个大火。那当然我们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整个文化保存的或者古迹政策，有很多更需要再去这种所谓更完整更详细的规划。不过我觉得其实一个还蛮重要的观念，就是到底我们的观念里面对于所谓的都市发展跟文化保存之间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在台湾传统的教育里面还是非常强调一个城市的都市发展，这个所谓的进步开发是重要，但是对文化保存的这种观念，在我们的这种所谓的教科书或者相关的这个教育当中，相对之下似乎是比较少的哦。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完整的或者是能够稍微的长久的去解决问题，这种观念的建立或者是对于文化基本的涵养，恐怕是不能够忽略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这一则新闻呢是跟农地有关的报道。农地违规工厂争议悬而未决，依照现行法规，2008年3月14日以前的既有违规工厂，可以申请临时工厂登记，由政府辅导合法，辅导期限到2020年6月2日。民进党立委林岱桦在立法院会表示，这些工厂转眼都要变成非法工厂，民众反映政府没有配套，大家马上就要失业，质问行政院长赖清德，全台约有6万家未登记工厂，60万从业人口何去何从？他们业者很清楚知道这个危机感，是我要代表60万的基层劳工来跟院长请命。最终还是要合法化，我们要用10年的时间把这个过程把它合法化。今年5月，朝野立委分别提案要延长临时工厂辅导期限，引发极大争议。如今行政院直接抛出10年缓冲方向，引发环团痛批，直指行政院去年宣示保护农地，大张旗鼓要农委会盘点农地上的违规工厂，到现在还没拆完，政策互相矛盾。赖院长这个时候的发言，当然是一种某种程度的政策的买票，容许农地上随便盖工厂，已经让在地的社会撕裂了。我们要怎么样的找到一个方法，长期的来解决这种撕裂的社会？环保团体忧心，违规工厂又得到10年缓冲期，持续污染，质疑政院政策买票，才对农地违章工厂解套，不排除再发起抗争。记者综合报道。看到这则新闻，其实蛮让人家蛮遗憾的哦。其实前2年很多的这个媒体哦，包括天下杂志，其实也都做了这个相关的系列报道，谈到了这个农地上的违建违章的工厂哦。那政府似乎也煞有其事的要去拆除这些违建违章的工厂。那看起来原本大家以为说，哇，这个台湾的农业可以归农业，那我们的农业的这个所谓的发展呢，其实能够稍微的减少这种所谓的工业开发的减缓，而这个做法其实也能够让台湾的农地的附近呢，其实是可以有比较好一点的空气，或是比较好一点的这种水源。但是非常遗憾的，我们政府其实既然在谈这个有关于这个违章农地的这个合法的事情哦，其实有一个东西，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所谓的农业其实是一个国防的或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事业哦。这个国家安全的事业其实跟农业的自给率是有关的。当开始看到这个农业的这个县市里面的这些农地开始出现了这些违章工厂，而政府不去取缔，或者是不进一步的去保障这个农业的耕种的这个权利，或者是去把整个环境整建好，说实在的，不只是这个所谓的青年返乡，他可能不太能够愿意再去从事务农的工作，另外一个部分可能是对整个台湾的粮食自给率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国安问题。以上是这个礼拜的管线新闻。